到威廉斯这个篮板痴汉是真的很尽职啊！是，哇，这球抄走了，林信宽的超球给到克罗马，转换快攻的机会，克罗马直接上，蒋玉安给到克罗马，转换过来再交给左边林信宽，底角的三分球投进了，他非常的振奋。亚运，他这是透过自己的一个切入的能力之后，能够找到内线威廉斯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机会。下轩要给球的时候，反失误，转换过来，高经纬往外传，比较不会受到他们身材的一个防守上的一个来受到一个限制哦。林信宽投进了三分球，总算是帮云豹止血了。对，从直手来讲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更加的小心哦，因为小安的超球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犀利啊。才说到超节，又是小安的超节，然后带动林信宽的 M1。对，而且林信宽这球非常聪明哦，看到拉巴西已经算脚步，再抓一个篮板。宽上篮得分啊！这一节出手没进，今天他们外线实在不够准啊。对，克罗马再给林信宽两人配合，又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换快攻哦。有请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现在特工球，哇，直接被抄走了，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啊。林信宽的超节，